马赛克街道，红黄白相间的欧式建筑，冲住南欧风格的风头斜壳，是澳门政府近年大力推动的景点之一嚟噶。澳门政府咧将风头斜壳为建筑，将呢一区咧发展成文创区。咁点解我哋会要去做风头斜壳呢？话说就是因为呢度曾经有一间疯人院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将佢叫做风头啦。望德圣母堂是位于澳门丰塘斜巷的一间澳门天主教教堂，亦都是澳门三大古教堂之一。虽然这里不是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，但其实它都很有历史价值的。如果大家想在澳门拍婚纱照，这里都有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。而在荷蘭園就有一間特色的雪糕店，就是黎記雪糕了。黎記雪糕這裡的雪糕全部都是每日自家生產，它們還不會加任何的防腐劑和人工色素。而招牌口味就有芋頭、花生、椰子等等，總共有成十幾種味道的雪糕。我今次叫的這個就是雪糕三文治，它就是有三種味的，但是它不是每一次你來到的味道都是一樣的。我今次吃到的呢隻味就是有椰子、菠蘿和咖啡，它外面的皮就是好像那些威化餅一樣，但是因為可能放在雪櫃，所以有一點軟吃下去。而我呢就嗌咗呢度嘅招牌味其中一个啦，就是花生。咁我就有一球嘅花生雪糕，咁份量都唔算好细嘅啫，而且有好浓好浓嘅花生味啦，就好似一啲好冻嘅花生酱咁。中意食花生酱嘅朋友咧，就一定要试一下啦。